开的新五城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宠物店。哇，说明书一大本。对了，下，开始。抓好了，抓好了。当然，这次只有三位哦。先抓主车车，这样子。车子做好了，先要做第三辆车车，救护车，绿绿的大片。这是救护车，超逼真的。救护车可以开门，后面也可以开门，没有紧急的时候可以这样。这是怎么这个样子的？超可爱的。噔噔，第一包组合完成，第二包。现在来组店。一楼的部分组合好了，好酷哦，可以整的饲料桶放这里，然后这是兔子饲料，紧急的时候直接接这个就可以喷水 ，biu biu 就可以在那里喝水，好可爱哦！这就完成了一楼，现在我要来做第四包。盖屋顶。一下放这边，这样这里就是我们的宠物美容的地方咯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展示台，现在开第五包咯。要贴贴纸哦，荡秋千，耶，我们拆迁把它组装起来就大功告成啦。好可爱哟、哦！上面有动物玩耍的地方，这跷跷板，这是鸟的飞飞区。姐姐，这里有一间宠物店呢，我要带你来美容。哇，你看姐姐店里面好漂亮哦！姐姐，你看有好多乌龟呀，好可爱呀、哦！哦，这里有黄金鼠哎，好可爱，看姐姐。剪一下，因为你的毛好像有点太长了。哎呦，狗狗你太急了啦，害我都跌倒了。好啦，你从狗屋进去，我从大门进去。哎，开门。哦，好漂亮哦，好可爱的小乌龟。狗狗，这里有对折的，50块而已。狗狗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我买给你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先去美容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美容完再来吃啦。不可以，狗狗。哦，人家跑掉了，会游泳了。哦。哎呦呀，会跑步哎，哇！客人，其实我也是哦。上去帮我的狗狗美容一下的，你的狗狗刚偷吃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一下下来你一定要买那个哦。好的，我一定会买的。哦，这里有荡秋千呢，还有跷跷板。
呢，狗狗你要玩吗？我抱你上来。我自己心里。我的狗也会讲话。哎呀哎呀哎呀，那个小鸟在荡秋千呢。哦，你们要玩吗？那我先来这里喽。啾啾啾啾，狗狗那个很好玩哦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玩看。哦，真的很好玩呢。先进去吧，空空空空，棉花糖来吧，欢迎你们进来。狗狗，你可以先坐在这个体重机上吗？你没有超重，很好哦。那我们来看牙齿吧。我来帮你洗个牙，这样子牙齿才会亮晶晶哦。棉花糖，如果你乖乖的话，有点心吃哦。请问你的小狗叫棉花糖吗？是的，它叫做棉花糖。好，那棉花糖，请在看牙的椅子上哦。啊，一点都不会痛，来帮你看个耳朵喽。乖哦，点心哦，有点心吃哦。嗯，耳朵的状况很正常，我来听诊一下。咚咚咚咚咚咚。哦，很好，都很健康。那我来帮你洗个牙，好不好？棉花糖，不用怕，这只是洗牙而已。啊，医生太大力了！哦，这个狗怎么会说话？因为它超爱人类，它去学了人语。棉花糖，你很棒，所以我送你一个小骨头。那我们去隔壁帮我的小狗狗做美容吧。棉花糖，走吧。我进来，我也进来啊！上座吧，很棒哦，狗狗今天一定会买点心给你的哦。这里有美容本子，请您看一下，要把你的小狗狗做的像怎么样呢？哦，这个不用担心，我会把你剪得很漂亮的哦。剪好了，现在帮你梳个毛。完成了哦。对了，狗狗，因为你很乖，所以我要送你一个蝴蝶结，戴在你头上。啊，这样就跟主人一样了，很可爱吧？我们卖香水，你要喷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的狗狗最爱香香了。嗯，那我们就来喷吧，免费的哦，不用钱。哇，好香哦，好棒哦！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回家喽。谢谢光临，第六结账，去去去。喂，好，那我要下来喽。一、二、三。真的哇！哦，我的甲板，快下来！主人，我要跳楼！啾，报告。啾，好，你今天用了一个香水，然后意思说是免费，然后饲料50元，你今天只要给我50块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我身上没有50，我给你100。好，你们是第一次来吗？对，我们第一次。我会装这个购物袋，就可以让你装饲料的，而且我们很佛心哦，还会送一个狗狗的健保卡，所以你来我们这里的时候都可以用这张健保卡哦。更佛心的话，你会推车，所以送一个推车。哦，好佛心哦。哦，需要专车吗？需要，因为我今天是走路来的。我们第一天水会有送客人的计程车。哔哔哔。哦，对，我是跟那个理发师的头发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有两位。哦，好，那这里请。那您的东西的话就放后面吧。一小个放不下，下次再来拿。我把带他们回家，走喽。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很好玩，你们可以买玩玩看哦。这个叫玩具反斗城大学，今天还有百货公司都有卖哟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N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妞妞还有第二频道叫做妞妞常实况，这里可以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